早安，嘿。夹个头发，有人进来先。等我一下哦，好像该宣传一下哈。今天黑金卡吗？黑金，哈哈，你们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接受的画面会不会有点太甜蜜？呼吸的空气都变成薄荷，让头脑变清醒。梦想变实境，电线上的麻雀排列成一道旋律。七个瑞同不快乐的练习。哎，路边的香蕉，好久不见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晚安 ，Sunny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可以绑个什么东西，庆祝一下今天发单上市。你们是什么时候拿到实体专辑的呀？我订购的，是不是早上就拿到了？春天和夏天，夏天自己给的勇气 ，dreaming dreaming， 像太阳借一点奇迹，透你的心愿让我听啊。我刚刚吃完辣，声音有一点点沙哑。微笑着向昨天的懦弱告别，朝未来的天空放弃。弄个特效，为什么你跳 rumor 很有喜感？这个我去看回放，有到很有喜感吗？应该说很有特色吧，对吧？谢谢与难得缘分相遇，大家，我弄一个可爱一点。我觉得我今天长得有一点点凶哎，很像这个好了，这个、可爱一些，这是天使，天使好了。那我绑个什么？等我一下，我去拿。我们边聊天边，谢谢冰澈学的星梦应援棒，大家多听几次，帮忙多刷几次呀、啊。在笑着，谢谢花生，花生的告白气球。大家对对 ，hello 啊，还没看，今天上刚刚八点上的，是不是我播这个时间很棒呢？24小时7天，我在这里耶， yeah， 就这样晒你。谢谢雪雪红玫瑰，雪雪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你是因为我们发单上市，所以回归了吗？你也回归了。谢谢钢铁韭菜屋的告白气球跟小羊的水晶四叶草。什么是为什么是钢铁韭菜呢？弄个粉红色的好了，我来还原一下 MV 里面的发型。其实我在想 MV 到当初应该就是维持金色就好。谢谢海报的红玫瑰跟小羊的一颗心，摸摸 solo 超赞啊！你们现在还在5周年对不对？今天是单曲日，单曲日。等一下，杜杜啊，跑出来了吗？而且我们今天有个任务，是要来改良我们的圣诞厅。上次说的，我把它拿出来了。我应该不会剪一半而已，感觉可以设计一下。单曲的头发是这样吗？我看线上怎么样？线上跟在实体看不太一样。其实我觉得5周年，我坐过就是还蛮前面的位置，就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弄得那么沙哑。
坐在大概第五排吧，我不太确定那一次哪区，然后就觉得其实看的没有很清楚，所以我在想你们在第五排吗？还是第六排之后是真的会更不明显？我就是有去看坐过那个中间的位置，最前面的位置跟最后面的位置，然后就感觉到其实中间偏前面的位置就有一点点的小看不到了。哎咻，无所谓啊，我佛系。你不是已经整个人已经掉出坑外了吗？坐太后面根本要视力很好，你视力很好也看不到，因为你就会看到很多人，你就是只能认发色或是认他的衣服特征。你们后面是不是有荧幕可以看啊？啊，继续，这样子。我们今天召唤小薰儿出来。第一排没有这个困扰，你这个第一排到底怎么买到的？太厉害了吧！当初不是听说不好买吗？应该说买不到。小薰儿要出来了啊！为什么这首歌？好了，也可以，误会了。下面嗡嗡有去互动到的人，那天你知道那个时间很短，就是你的，天，我一直被从那个人，太好听了！既然都绑双马尾，来换一件衣服好了，马尾来换一件衣服好了。我有在 IG， 你们可以募集你们的感想吗？你甚至不是、啊、你不是已经退坑了？那你还知道我们有五周年跟八单，其实还蛮感动，代表说你默默有在关注我们，这样子。有点乱，但是没关系。せーの，やめないで。優しい目も真面目顔も。再继续。你还跟我的扇子互动，羡慕扇子。哎，我跟找拿他的手机，谢谢洛里的Lock来的香槟。那一位粉丝的手机拍照来的香槟，那一位粉丝的手机拍照加一位粉丝的扇子，这样子就最多只能，我不知道你们 有听说，但至少这应该不是秘密，反正就只跟你们说是有这个权限，但是我很白痴，一个粉丝看到拿我的扇子，然后我就准备要拿他的手机来拍照，就发现我找不到那个可以反转的键。然后就在那边研究，我们两个研究了老半天，哪个才是反转？然后研究到时间到了，还没有拍到任何一张，蛮好笑的。去换一件衣服，换一件。我有点想穿李佳丽的，我才洗干净，应该是李佳丽的那件制服，就是在哭礼记那一天穿的。嗯。背景音乐，我们还是换点安静的好了。我有一点点，好，我去换一件衣服。啊，换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我穿 Little Seven Shiny。穿这个就好了，好吧，穿这个。
黑理解为什么这样？Jenny 这蛮可爱的，谢谢钢铁韭菜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？你还是没有说呀。粉红小薰儿，对，是小梁，我是小薰儿。小薰儿应该要怎么做呢？他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。谢谢 Look 来的告白气球，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看完 MV 的感想是什么吗？很想知道。感想是什么吗？很想知道。心情 24/7 shining shining 不锻炼的勇气 sunny sunny 也太可爱，这样嘴巴好红，他原本就蛮红的呀，太可爱了。哎呀，金鼎来，你来了呀，你有跟我说你很喜欢这个绰号，那就这个绰号咯。今晚看起来特别亮丽，因为今天有化妆，之前直播都没有化妆，所以但这边好像有点糊了，早上就画的，糊掉了。那如果这个妆戴眼镜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谢谢波奇的告白气球。哎，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。眼花缭乱，眼花缭乱，好金。我染完粉红色之后洗一次，缭乱，好金。我染完色全掉了，所以我有点 不敢自己洗补色洗，我怕到时候洗坏。谢谢米加二的红玫瑰，而且最近是宣传期，我有点不太敢随便动我的头，头的 MV 颜色就有点不太一样。谢谢拼拼的头的 MV 颜色就有点不太一样。谢谢拼拼的。色素破格是什么专业用词吗？然后那个鸟有点刻意，但其他的都很不错嘛。但我们觉得那个鸟其实不错哎，我们在拍 reaction 的时候蛮喜欢那个鸟的，大家可以呀、啊，很喜欢的。静婷，静婷，而且我觉得静婷很像是台湾国语的你的名字，静婷。谢谢祥爱的缘分相念，我觉得应该是第一。你说整个 TP 里面第一名的 MV 吗？我觉得看起来好像，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耶。嗯，目前是这样，可能是因为色彩很缤纷，然后就是每一个成员都有拍到。哎，这样我就把 reaction 给讲出来了，不行，你们就等着看 reaction 的影片。整体的品质是水准之上的等级，完成度很高，这就是我要的评价呀。你说的非常好，有点卡。哎，等一下哟，我先开个 WiFi。我们换轻乐，我一直被 Equal Love 给吸走。我看一下。现在画面比上一单好很，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了。但这次真的是王道回归。王道的话 ，AKB 应该说 TTP 蛮有经验的感觉，就是从每一单中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突然脑袋有点顿掉，反正就是有在进步的意思。
现在直播真的好粉好金好金，你几时造型变成这样子？你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，我觉得我好像开始慢慢喜欢粉红色，就是对，喜欢上粉红色就变这样子，感觉不好保养。我跟你说，香蕉，你太久没有来了，我给你看我这一撮头发给漂断，这就是所谓不好保养的地方，就是这边有一大撮是短的，它会刺出来。漂完头发连洗头都不能，因为一般洗头不是会这样子洗嘛，可是你只要这样洗的话它就会断断断断断断。我最近洗头我被吓到，是平常掉头发量的两三倍以上，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困扰。开始了，你看头发已经开始怎么讲，因为很透白，所以代表漂了很多次，只要你看到它颜色越浅越好看，那代表说就也差不多是它快断掉的时候了。鸟是真的吗？假的。我们也才知道是假的，因为那段我们没有拍，我们就跑去问艺林他们，就颜色太饱和，看一下，哎，等一下不见了，太饱和反而碎片化了，这也太学术了吧。碎片化是有点不知道看哪里吗？这次制服也真的，而且很幸运，是我本来其实原本是这样子，我们每个人颜色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，只有小晴原本就是预计是黄色这样，然后我本来是要穿蓝色那一套，但因为我们舞蹈上的编排关系，所以我被从蓝色换到了粉红色上。请问大家碎片化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我也是很好奇，我也在想说吕猫是不是讲的是我想的那样子，会想一直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就是。很多感觉好像你要重新看很多次，你才可以看到很多重点的感觉。希望之后商演也常有，如果有商演的话，那一定都会主要穿这一套吧，不会穿其他套呀。李乌诺说，我是觉得主要的是歌曲的新鲜全新感吧，不是说本部的歌不好，但至少是全新的视觉听觉享受。王道好呀，水水你什么时候是走王道风的？看一下，更有展现出 TP 自己的风格。原来 TP 的风格在你们眼中是这样子呀？突然音乐变得很温柔，有点不太习惯。上一单是五跟五绝，上一单严格上来说，以宣传量来讲的话，可能是吧。洛璃说 MV 重复播放到我改播，我是观念有进步了，谢谢吕猫的分享直播间。汤尼说，请问大家画面碎片化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画质调到 4K 画质很细致啊，应该是说它是一种抽象的形容，不是说实际上画质给你体验上有碎片的感觉，而是我在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太多重点的，就是通常一个 MV 里面只会有一个重点出现，你的脑袋就可以直接的可以接取到这个讯息，但这一次是里面画面一次有很多，然后又有很快的讯息出现，所以你可能就会有一种没有什么重点感，但是你会忍不住想要多看几次，应该是吧，我自己的感觉也是有一点点这样子，但我不确定你的碎片化跟我的碎片化是不是一样的。哇，香蕉说，你是被这个衣服给吓到吗？这件是栗子送我的啊，它其实是一套，它有另外一个睡裤，但我今天下面还是穿牛仔裤。现在洗头会堵排水孔了吧？只要是长头发都会堵，但是因为现在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头发是金色的，以前都是黑黑的，你可能抓得很轻松，但因为我浴室地板是跟我头发颜色有一点点相近，就会看到哎，到底哪里有头发。但是一抓起来就会知道大概怎么多，以前大概这样子就可以解决，可是现在大概就是要这样子才可以抓起来。李乌诺说会断掉，除了重复漂色，当然就是接起来的地方，最主要还是热工具的使用。可是我刚刚才在你面前用那个离子夹，但是好吧，没关系，我就有一种心态是，既然你都漂了头发，就要有觉悟，它会断光光。所以之前 MV 前断光光的时候，真的没什么心情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，就觉得哦，终于来了吗？玻璃心，然后就碎片了。粉红色那套可以成为你的战服了
吗？这样子没有，应该说可以成为大家的战俘吧。看林一也是，林一他是粉，他的应援色是粉色，然后刚好穿了粉色的制服，笑死！自从跑到地，哦，你跑去看地友了吗？水水，你跑去看地友，这个你倒是没有跟我说。www，hello， 上一单是梦之路吧？呀，梦之路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梦之路，哎，没有，梦之路是在我跟吴旭的 B 吧？是另外一面吗？我有点忘记时间走了，我总觉得好像过了好久了。尼乌诺说不是 TP 要有什么风格，因为拿了本部的歌来用就会有对比，就会用那首歌的风格去为主轴去带入，也是因为。怎么讲？其实我不太确定，就是本家的饭来看 TP， 然后再就是看不到我们可能一秒一秒约好，或是这一次的原创曲会有什么样的心情？你们是乐见，还是其实是希望 TP 继续买本家的歌来用啊？我总觉得好像一半一半。东西很多要暂停，对，你可以用 0.5 倍速看。自创曲比较好依照成员去设计歌曲吧。嗯，也是，而且这次的这个 24/7 Shining 完全就是刘晓晴的概念，完完全全分毫不差。学术上的解释是颜色的饱和很高，让彩度在像素上过度溢出就会让颜色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例如呢，你可以告诉我几个，我看不出来，我只觉得资讯量过大，眼睛有点没有办法专心看某个地方。晚安，您好，今天很炸毛吗？这边啊，你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啊？你这个一几根毛而已还好，这就当做那个呆毛咯。热工具就是非常非常伤害头发的东西，就是双面刃。但是没有办法啊，在这边常常有，你看一个月一次的公演，那我就要用多少次的热工具。没关系，这我已经有觉悟了。说到这个，我看到这个，我终于，我觉得呢，我的心境上有很大的改变。就之前，因为我们 TP 会出很多周边，包括就是蛮多自己的周边这样，但我都会把它收起来，我从来没有在我的桌上或我看得到的任何空间放过这些东西。然后到了最近，我开始慢慢的放了在桌上。就是看，应该说不是在桌上，就是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，包括可能有去商演的一些小小记录跟贴纸之类，我开始会贴在我的空间里面了，有一种别扭感，不太习惯的感觉，我会继续扩张的，继续把那些东西都摆出来，不觉得很可爱吗？你没有买吗？啊，连他都有特效，哎，不可能有特效，太扯了吧！你们已经有买那个专辑看到深写真了吧？所以你们知道深写真有多少个卡，不是卡面，就是那三张照片分别长什么样子吗？因为我现在手上已经有了，但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看过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可不可以给你们看，欸，是可以的吗？我投原创一票都可以啊，笑死！我也其实比较偏原创一点点，怎么讲？就是觉得有一种属于 TP 的感觉，然后也有新鲜感，感觉是这样，都 OK 耶，有自己的歌也很棒。是哦，原来香蕉是 OK， 因为我以为本家饭会希望，我其实有看到一些留言是说，哎，怎么会是原创曲？怎么没有买本家的歌这样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原来其实大家不会对原创曲感到更有兴趣，而是希望，也是有一派人希望买本家的歌，就是这样的声音还不少，我是有听到的。我说的全新感是因为没有对比，就是一个全新的东西，所以这样才会进化更加前进，更多属于 TP。 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比较创新吧，而且感觉原创曲比较可以做到现在时代的一些跟上接，就是接上时代流行的东西，然后可能比较容易出圈吗？也不是说之前的歌不容易出圈，而是可以有更多的弹性去做符合现代时代的东西，是吗 ？Maybe 不知道，我在思考。OK， 总之就看咯。
多刷几次眼底，我也看了蛮多次的，大概五次吧。里乌诺说，而且外加上你们虽然很常自己用，但是还是会不断的重复热加，重复一个地方一直加，伤害度更高。但无解啊，尤其是你看，你如果不整理的话，你直接炸毛，我没有办法抚平。就是如果有要表演或出现在镜头上的话，无论如何都还是要加一下。没办法，这个我已经做好觉悟了。如果真的断光光，我也就认了。有目前，目前放在桌上，做这么多给你，你也没有在意啊。我就是要酸，怎么讲？我真的是有一种心境上很大的改变，是，我开始会知道自己的好在哪里了吗？不然之前看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哦 ，OK， 我会收起来，但我摆在我的面前，我会有点别扭。但现在不太一样，现在有应该说有稍微改善这个心态，就是慢慢在接纳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就为了让这件事习惯，我就摆了一些东西在桌上。虽然看着自己的脸还是有种别扭感，但我会克服。我总觉得好像一定要克服，这是爱自己的第一步。我这次没有请人代买，你现在买还是买得到吧？现在你去唱片行应该还是买得到吧？应该不会有断货的问题吗？可以看啊，又没有差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买得到。所以专辑水锤我们已经截止预购了，应该说今天发行，今天可以在唱片行看到。如果没有断货，那家店还有的情况下是可以买得到的，已经发售了就可以。嗡嗡晚安，茶茶晚安。你看看2分19秒的天空，就会看到一点格子咋？真假的？2分19秒，这么细节，为什么你会看得那么细啊？它每一个画面不会停留超过2秒钟哎。2分19秒，看一下。啊，我超过了。啊，超过了。哦，哪里有啊？你确定不是我的脸吗？你确定不是在说我的脸吗？刚好有的脸出现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有一点杂讯感吗？格子横纹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哎，我可以跳舞给你们看，你们想要看吗？好吧，那就跳给你们看，等一下哦。好像应该换一个裤子，对不对？我先把这个裤子换成另一个给我的那个裤子，好一些困难吗？跟一些有趣的事情。哎，成员应该也都讲过一轮。像小薰儿的，一定很多人就想说，谁是小薰儿？小薰儿是翁同勋的另外一个人格。而且我真的觉得，我好像真的有两个人格，一个是小薰儿，少女心的自己；另外一个是被迫社会化的翁同勋。但其实两个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人，只是。为了让已经成年许久的我保留一点少女心，所以我创造出了小薰儿这个人格。我最近一直深深的觉得这件事是成立的。好吧，跳一下。最我有看到嗡嗡握手会第一天在最，握手会的资讯已经出来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
本家饭喜欢本家，但也会希望有我们的歌，感觉有机会赶回去我。OK， 总之呢，今天来出纰漏吧，出纰漏这首歌，因为舞蹈版的应该不会这么快出，那我先给你们优先抢先看一下好了，算是宣传吧。但是因为我整理了我的桌子，它变得没有空间让我放我的手机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做半身可以吗？不要再卡痰了，我就不应该吃辣。唉，真是的。我最近推广我朋友身边的朋友吃一款酸辣粉，就是在超商买得到的酸辣粉。我不知道你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啊，我有跟你们讲过。然后我朋友就把它买到他们。我手机，我的手机烧起来，等一下，他刚刚说过热，哎，过热，他过热不让我开，过热直接强制我断电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我的天哪！但是我还是没有插好我的。还是没有教我跳舞的位置耶，我决定的事情是我还是坐着跳好了。啊，无法，好吧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设计一个可以让我放手机的地方。没救了，什么都不见。他没有吧？他刚刚自己帮我开，帮我烧。哎咻，他帮我。近拍有够可爱，你说刚刚那样子吗？这样真的是毛细孔等级的，看得到毛细孔。真的不需要跳，你一个月没开几次，不需要硬跳。你下坡跳手上没关系，还是一样出纰漏嘛。我的直播间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给大家看看。因为其实老实讲，你们看到的那些 reels， 我一次都没有办法拍好。以我的舞蹈能力来说，我一定要拍到可能十几次我才会满意，可能我自己的规模吧。OK， 好，那就坐着跳喽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放手机，所以请下播再拍十几次。我就跳这么一次，花一分钟还好吧？反正我直播时间这么长，怎么你不想看我跳？我觉得我的跳舞有待加强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要跳。没有一个人可以，没有几个人可以一次拍成功。谢谢欧比王的拳击金牌。怎么讲呢？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可能十次里面，我十次都是跳对的，但是只有一个是我满意的这样子。还有机会看两个信翁的 reels 吗？你要等他回来，你要等万灵回来啊！谢谢向下的红玫瑰，欧了 B。OK。为什么手机想阻止你跳舞？没有，阻止不了我。今天是八单宣传日，就是要跳，就是要。谢谢静婷的炼金秘药。曼玲回来你就不在了呀？没有啊，难说呀，我还是在的呀，怎么会不在呢？他回来不是很最近的事情吗？我不确定。啊啊！对。都变成薄荷，让头脑变清醒，梦想变实境。这边是转圈圈。
的勇气 Sunny Sunny 像太阳要一点默契，一千多种能不重新遇啊，变天了没关系，不在乎多云天阴，只要你陪我微笑着等雨滴，在变慢不想服输的倔强，梦想起飞前进，真的好想你想你，自己给的勇气 Dreaming Dreaming 像太阳借一点奇迹，不是你般的自信，和你在这首孤单的下载你我觉得我这次不会跳了，我这次不会跳了，完蛋了，我需要脚，我需要脚。好，说的对，我应该拍 Reels， 等一下下播拍。我的脚跟手没有办法分开，我有点，我想想动，不跳出去。我突然觉得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可以叫我，你们会叫我不要跳了。你们等我 reels 吧，等一下下播拍一个直接发，应该可以吧？但我还是得解决要拍到全身这个问题，不然你们就会看我的 reels 为什么每次都是半身。谢谢马克零一一七的拍拍手。10月27号，你跟他同一场握手会，你在我心里没错啦，但你不在团里。戴佩弟兄，还有翁曼玲这孩子啊，他很快就会回来了，放心，我一定会遇到的他。嗯，没关系啊。我突然想到静婷是从弟弟五月的时候看我看到现在，他一定觉得哎呀你还是唱歌就好了，我好笑。嗯，这是什么跳？在笑着向昨天的悲伤告别，朝明天的幸福放弃，脆弱又来袭，24小时7天，我在这，在这里。啊，最近要掉了，去哪个堂问候他？最近在家里囤了好多杯那个面，然后吃完每次声音都会不行。我们男孩子这样，汪汪唱歌好听呀，听是没错，但汪汪跳舞真的假的？怎么那么会说话，静婷？你有我的信心哎，这是近期听到的最给我信心的一句话。哎，怎么重开了？因为刚刚。装置过热，它快烧起来，然后它就自己把浪给关掉了。你还会遇到曼玲？原来如此吗？哎，为什么大家都重新进来了？玉祥说：“晚上好，最近好吗？最近还不错啊，过得蛮好的，就是忙碌忙碌忙碌，而且最近宣传期的 case 好像蛮多的，跟上一单比起来，蛮多的吧。”没有啊，其实我也才入过两次选拔，第一次是11月的脚链，但11月的脚链好像没有上演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说正常的量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是怎么样。这样，近期这么没信心吗？哪个部分？当然不会喽，近期的信心有慢慢回升，回升到应该要的高度。是你手机烧起来，还是你烧起来？怎么可能？我刚刚就是，不可能！每次好像要跳舞的时候，它都会烧起来耶。我感觉好像都是遇到这种事情。我今天看了5周年回放，看到汪汪跳 Rumor 老母亲，差点没有哭出来。你如果在现场就好了，我感觉你在现场应该会觉得很想揍我。不知道哎，就是。刚好那个5周年回放的时候 ，rumor 都是闪一下闪一下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，而且还好没有赶拍，因为在昨天，在5周年前一天彩排的时候，我还是在赶拍，
所以五周年彩排回去结束之后，我又对了音乐跳了好几次，终于在舞台上又没有感拍，但是至少可能没有，我觉得没有跳得很好，没关系，但是不要扯大家后腿就没事。哎，是说我有看影片了吗？上次传给你的，你传了什么给我呀？你是说现实动态吗？要去冰箱直播了吧？谢谢黑流星的为你心动加99，大概把欧加大旗交接下去吧。欧加大旗要交给翁曼玲，要交也是交给他，因为他硬要跳，好兄弟不给他跳就断了。这个其实我蛮害怕的，所以你跟我说这个我觉得我可能等一下不敢下播了。上一天没有宣传期，我笑死，不然怎么会从DD52时期关注嗡嗡？对啊，我还想说你跟DD52已经3年了耶，然后你都有默默的关注我到现在，我其实超级有点感动的，因为时间，我觉得时间过久了，如果没有继续活跃在荧光幕前的话，总是会被人遗忘，但是你还是记得，就是有一个我在你心中，我就觉得怎么讲，不可思议的感觉。静婷真的一切很不可思议，大相静婷，静婷拳，静婷，很多谐音，静婷真的很可爱，这个名字。嗯，很想打喷嚏。嘿，嗯。手机真性情啊，不想看你跳错。那我现在跳 rumor 还会不会烧起来一次？我说我现在跳 rumor 如何啊？现在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要站起来，你就会看到我的脚而已。试试看，现在可以吗？不行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啊，我不行，会打到这边。Roma 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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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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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跳舞兼拆家，我只记得我有抢拍吗？我在表演的时候没有抢拍吧？我看影片是没有抢拍啊。我想说，不可能，我到时候就是如果你看花了这么久时间练习，然后还跳不好，那真的是很没有天赋。墙壁问号，我跟你讲，旁边是玻璃，旁边是可能会一戳就破掉的玻璃，你这样就算。不是这个，不是，是因为我现在穿着拖鞋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是拖鞋的问题，拖鞋的问题，把墙壁踹爆就可以跳了。你确定不会撞到？会，当然会。已经跟小梁刚刚今天阻止我了，说我不要。然后我刚看到，我想说我就要跳。DD52我只有看嗡嗡的。DD52其实当时真的其实蛮多镜头的，我有点吓到。我那时候去的心态就觉得说是过过水，也不是过过水，我的心态应该是说我会认真参加这个比赛，但是因为选手这么多，然后大家都在跳舞，所以我不觉得自己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小小隐形，在旁边就是乖乖的做我的事情就好了。真的，一切都跟我想象中反过来。毕竟一直都在的人不会被在乎了，谢谢你的喷嚏。不要偷讲动漫梗。说起来DD52我始终只看3集，就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不冲到第4集？第四集就有好看的吧？我记得前面2集都是在选人进来而已。不可思议，跳 rumor 还遇到疯疯的小晴，之前用自由限动传给你的。我有，等一下，我有看到你如何人跳，哪有？没有，我看回放没有啊，没有拍到脸啊。
我看到汪汪跳 rumor， 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得很坏哎、欸，很恶毒哎、欸。我现在目前看到大家对我的 rumor 评价都没有一个是正面的，也不是说不是正面，是说就是蛮有喜感的，然后看起来很辛苦之类的，反正就不是那种听起来会开心的话。然后我就回去看了好几次，想说到底是多糟。我看看啊，我再回味一下好了。rumor， 嗯，明明就没有拍到很多我，回味一下。不是鸡尾鱼，哪有？你害我很紧张，我很努力的笑了。那时候在笑吗？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好像很紧张，想说不能改拍，不能改拍，不能改拍，不能改拍。忘了看。但是好像跟小晴撞在一起了。哪里好笑？我觉得很正常啊。鞋其实很重，然后我在跳这个那个 rumor 的副歌的时候，我脚有点抬不起来，也有可能是踢腿，好吧，应该是踢腿，然后加上鞋很重，然后地板上的那个地毯摩擦力很强，它会一直抓住我脚上的底部的颗粒。啊，那表情管理好像不太行啊，等一下。很累的感觉，救命哦！还行啦，还行啦，还可以吧。让我们能够请你是守候，天亮是否不再困惑？还可以啦。笑着跳的耶，那为什么安安跟我说他是没有表情的跳？他骗我，他明明是笑着的，他是笑着跳的。我参考大家哎，就这些人都给我笑着，没有到很差吧？就是至少镜头没有很多，所以好算了，我不应该继续说的。你围巾有在玩，我有在玩，但是我最近比较少开，我有空我就一定会先上去围巾看一下，就是把那些东西都点一点，然后打个就是就大家打仗一下。嗯，看一下，偷夸夸你 room， 哎，小童来了，确定啊？我现在看回放，他们说你的表情管理可以再加强，然后说跳起来很有喜感。我就回去看了一下，明明就没有，明明就你哪里看到了？何以见得的？这个线上版明明就没有拍到我的脸啊！这，嗯，翁姐晚安。本来就是喜感如蒙，可能是觉得不吉利吧，跟挑房子楼层一样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倒着看？我应该要顺着看的呀。我在想啥呢？嗯。只是感觉你跳的时候，对，我那时候跳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，而且
我在跳之前的时候，我就有问大家说，我好像不是只问安安，我问了一些成员说，欸，你们 rumor 都是什么心情去跳的？怎么就是舞蹈上的问跟表情上的问？然后我后来问的表情，他们说，哦，我们就是不会有表情，就是这样子，酷酷的感觉。然后就我刚刚看这个回放，每个人都在笑，只有我一个人是板着一张脸的，这些人都在骗我，怎么可以？我又把你弟弟五二全部看，那弟弟五二只有前面有而已啊，后面就被淘汰了呀。你拖鞋是20kg， 当年看弟弟五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同学，欸，你同学是谁？他是粉红梅花之前有在舞台上表演的吗？是谁啊？因为你第四集被淘汰，那你说你到第三集你就不想看，那你是要看完第四集再不看啊？洛黎说弟弟五二每天要求朋友跟家人拿手机投票给我。Oh my god！ 你有这件事情哦，太暖了吧？难怪当时我分数这么高，就是因为你。天哪！哎呀，大家帮忙灌票，那时候分数很高哎，我有吓到哎，就觉得哎，我一个小透明也有这样的分数是可以的吗？当时的心情是这样子。嗯，翁姐晚安，早市晚安。A 话不是这样讲，我是喜欢你的 rumor， 只是没有365的真人。当然咯，毕竟我觉得怎么讲呢，如果以唱歌跳舞的数值来比，基础数值来比，唱歌可能是这样，然后跳舞可能是这样子，那个先天上就有落差了。不过汪汪唱的365真的超好听，谢谢回回，我有看到大家的那个小盒子我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谢谢大家有无视我忘词的部分。静婷说，弟弟五二在嗡嗡唱歌对决的时候，我认为应该不可能输，毕竟自己也是的。那个，嗯，我感觉他们应该早就想要，就是两个都选进来了，所以就是先事先选一个吧，感觉吧。因为，为什么会这样讲？是因为大家好像大部分都是跳舞比较多，可是真的唱歌的比较少，所以缺 vocal 的情况下应该两个都会选吗？感觉是吗？不确定。我在猜。笑死，镜头有拍到你跟小静撞在一起的地方。对，就是好像蛮常这样子耶，只要有表演。就是有拍，有这线上版的表演，然后每一次有像我之前那个关于你跟 Mina 撞在一起也被拍到，我就觉得欸，为什么每次刚好撞在一起都被拍到，然后跳的还不错的地方都没有被拍到，就是蛮妙的。开始了理由中，那天舞台地板是变粗糙，对不对？它有摩擦力，很强的摩擦力。我那天应该看起来比你那天是这样摊在椅子上，这样子摊在椅子上，然后拿着那个扇子。全程都是这样子，看来你应该要腿力训练。踏普说被安骗了，被对啊，然后就安给我下，对，这个镜头比个爱心哎。我一直以为撸猫会是整手，所以我才投撸猫的。结果是为什么你想要投 rumor？ 那时候我根本也没有拉票啊，还是你就是纯粹想要看 rumor 会不会有我？哇，被安安骗人，没说差，只是奇感，带点坏笑感啊！我那个时候脑袋怎么想着好，就是其他就是好紧张这种事情，就是不太重要，跟舞台无关的事情，脑袋一直想着一些而已。我们还是跳去看纸飞机回放吧，现场看很帅，我黏了再来啊！真的吗？谢谢希恩哦，给我的信心。请问少彤是偶像吗？相反，他当然是偶像，你在说什么呢？Rumor 不是完整版，可惜。其实包括很多之前 Rumor 的商演也都不太会跳完整版吧，是不是？还是，而且加上原选吧，也不见了一半，所以